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昨日，前爵士球员伊利亚·米尔萨普发推，曝光爵士总经理丹尼斯·林德赛的种族歧视语言。米尔萨普写道，种族方面的顽固行为在我们的国家里仍然广泛存在，应该被曝光和剔除。我相信真相是人类进步的核心，应该被不断的曝光，以唤醒那些被压抑的人类意识。大概六年前，2015年4月16日，丹尼斯·林德赛在我们结束赛季的会议上对主教练奎因·施奈德说，如果你再说一个字，我就整死你这个黑玩意儿，把你送回路易斯安那。 If you say one more word, I'll cut your black ass and send you back to Louisiana, ESPN 报道。消息源透露，爵士已经开始与 NBA 合作。调查前 NBA 球员对爵士总经理丹尼斯·林德赛提出的种族歧视的指控，这项指控包括了2015年伊利亚·米尔萨普和三位爵士官员在一次会议中的准确发言。这些会议笔记将进入球队的数据库，调查者将可以决定这些笔记是否被修改过。爵士官方也发表声明，爵士对于任何区别对待的行为都是零容忍的，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。我们已经主动地与 NBA 开始合作调查这件事，我们寻求得到一个客观的调查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